温体牛肉片在漏勺中新鲜穿烫，几秒钟时间就可以装碗上桌，肉片呈现粉红色，饕客喝上一口，身体都暖了起来。老摊位了，啊啊！我看到牛肉是台湾牛肉。刚好遇到立冬，又称为补冬，云林北港老街这间老字号牛肉汤，一早就有民众专程开车南下来吃。我咧对倒来吃，哎，台中龙井啊。啊，专工来北港哦。系啊系啊，立冬的节日啊，节气都还好。啊，所以身体也较补一下。系啊系啊，大家嘛有闲嘛来吃，甲吃一下，补一下。另外还有姜母鸭业者，为了赶外带订单，提早在中午开门蒸锅内一盅一盅好料，要蒸90分钟才能打包给客人。前日作业，然后中午就开始开卖了，对，已经客人预订了不少了，就比平常多了到3-4成左右的量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食补可以选用羊肉、牛肉、鸡腿，而葱姜等辛香料可以帮助排出体内凉寒气，增加血液循环，降低生病机会。好运跟着到，不再无精打采。畏畏缩缩，也不宜过量的进补，少吃生冷食物。立冬开运食物是什么？饺子、生葱、橘子三样。而立冬也是转运补财的最好时机。明年犯太岁生肖，像是属龙、狗、羊、牛，可把握立冬前到立冬这几天补气转运，元气足就能神清气爽。记者廖文斌、王俊杰、李云杰，云林报道。